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讲到这个第九页的倒数第四行，唯心无体，一意无一。都有讲义哈。反正佛法都是直指众生呢、啊、根本的大觉心性上说。所以一切法门呢、啊，您看到所有祖师啊，在这边呢、啊，这个说这种种大教，也都是直指众生呢、啊、这一念大觉的根本觉体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来这边听经啊，虽然都讲到觉体，讲到什么不生不灭啦、不一不二啊，这到底对大家平常的日常生活或平常这些佛门中的弟子，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好像老是讲的这个不生不灭、不一不二，跟平常的生活老是用不上，好像老是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啊。事实上，一切众生就是不认这个觉心故，所以才流转在种种差别的业力里面流浪生死。但是你要去认这念觉心，这念觉心它不是有个形体可以让你去识得，也不是有个形体可以让你去能够照见它。但虽然没有形体，没有一个方向，它不能够随你去指陈，那是什么大觉心性？假如有个东西可以指陈，那你看到那个绝对都不是觉。那既然如此，那如何行者要怎么样能够在修行上能够找到这一念觉心？因为他要能够掌握到这一念觉心，他虽然还是活在世间，虽然还是能够随缘，他能够现种种在世间上的所有一切因缘中，他能够随时受身、化身、化现，但他能够掌握这一念心。所以他能够在生生世世是不随什么，不随业道，不随业力流转，不在业道上面再来什么，再造作他将来流转的种种的罪恶啊，流转的种种的这些虚妄的这些罪恶。大家怎么样去能够知道这一念觉心？事实上也就是在哪里，也就是在这不生不灭、不一不二的这些道理上去参。事实上在这个道理上参时，因为觉心它不可指不可见，但是总是在体跟用上面让一切行者在上面发心。当你肯于在上面去参不生不灭、不一不二这些道理时，事实上是假借这些道理让你去思维，它目的你就是在众生心中找到一个真正的根本的觉心的方向，它能够找到根本自心的方向啊。所以不是啊，没关系啊，所以不是这个不是，阿弥陀佛，所以不是说讲到这个不一不二啊，这个不生不灭啊，老师讲这些啊非常空洞的道理、啊、让行者总是啊找不到方向，而是正是这样子不生不灭、不一不二，只要你肯于在上面不断的熏习时，将来你内心里面找到的那个方向，心里面真正扎实找到的心中的这种智慧，
也就是啊，从这些道理，这不断的思维的这些思维体上，你才能够得到啊。所以目的不是说在你在这个道理上面使众生能够获得些什么，而是就在这些道理跟思维的方向上面，让每一个行者找到了他一个发心的方向啊，能够找到一个真正自己面对的方向啊。所以这个，所以讲到这个经典，就是你们自己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不要说法师讲完以后，师父讲完以后，你们就从此以后啊，就在这个，只要在这些道理上面，你就不去再去熏习了，不去再去思维，你不去熏习，不去思维，你永远就跟这个觉心就感觉什么，就感觉就跟他就是差一大段的距离，你永远就是不能够适得于他，你永远就是跟他好像就是永远找不到一个方向，好像那个这个钥匙啊。一个关钥一样，你没有钥匙去开启它，所以这些法门，所有的一切祖师说教，这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文字、一切章句，目的都是什么？都是让众生开启这个觉心的关钥而已啊！所以一定要你们回去好好的去仔细去思维，什么是觉心的不一不二相？什么是觉心的种种不生不灭相？你要是告诉自己，你只要有一天离开了在这个觉心上面去思维的这个气氛，那你那一天的气氛就是什么？就一定是打散在红尘生死中的流转的业力。将来啊，这叫做将来往生时业力强者迁，业力强者迁是看在什么时候说你的业力，就看在你平常的熏习上的业力。这个业就叫做作啊，作相就是业，所以叫作业作业。众生有的时候觉得业很太抽象太虚妄。就看现在你每天心中熏习者是，每天在任何食衣住行上，每天所行所作者就是，你跟他熏习久的时候，他在你内心里面就成一个惯习性，那就是一种力量。你随时随地碰到任何因缘，都是从如是的从这种惯习性之中去支配你的所有一切行为。将来你连想要回头、想要转还，心中都会发现根本没有力量，也没有半点空间。因为什么？习气。坚固骨啊，习气太坚固的原因。所以你只要有一念不在这个思维上面去参，那你那一念就是堕在众生的业力里面去流转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在讲到佛法时，讲到像譬如这些不一不二、不生不灭，似乎太遥远了。不遥远，你不知道现在你每天所熏习感觉到非常熟悉的这种红尘中的感受，事实上对你才讲才是遥远。为什么它对你才来讲才是遥远？因为它将来必定什么？必定在你的所有的一切，在你的生命过程之中，他必定要舍你而去，他必定在你内心里面永远生生世世，不管你流转千劫万劫，你都会觉得你抓他抓不住，那才是真正最遥远的东西啊！那这是真正最遥远的东西。但是就在这些幻业现前处，你那个能觉得大觉的根本清明的觉体，它从来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从来就不舍你而去的，我们却不去认，所以老是去追逐现前的感受，你认为那才是你最亲厚的东西，认为才是跟你来讲是最亲密的东西，其实都不然，那些才是让你无量劫来流转在种种幻力上面而不能自拔，但你却无量劫来却在这些幻想的这些恶业上面却没有一法你能够捉持得到，这些才叫做可怜悯者啊！可怜悯者，自己的珍宝不是，却老是想要攀援外在的种种的诱惑，就好像这个穷子的衣里明珠啊，自己的心这个衣中的明珠，你不知道如何善用，却甘心啊受种种外在的种种逼迫困苦啊，穷困之苦，所以才叫做可怜悯者啊。所以千万不要说听了半天啊，听师父讲经，好像一天讲到晚讲这个，好像太遥远了哈、啊，听一听也就罢了，实在听不懂的话又不好意思不来啊，因为师父在这边逼着啊，所以假如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也就是自己在辜负自己的光阴啊，自己在对，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觉灵啊、对自己将来啊也是自己不断的自我在做障碍而已啊，所以现在看到第九页的唯心无体，一意无一。因为上一堂课的时候，这句话是最后的那个时间讲的，好像讲的比较仓促一点啊。先把这句话再讲一遍。既然知道都是唯心，所以一切的种种心源中的种种心所变化，其实都是唯心所现。
就如镜子前面所现的一切镜色，哪个能够离开镜体？所以一切镜色现前处，行者都要知道都是什么，都是依镜体而生，所以绝对没有一个镜色能够离镜体而显。既然没有一个镜色能离镜体而显，所以可以肯定所有一切镜色都是什么，都是镜体所现而已。更何况镜体啊，你不能指它有体，镜色显处就是镜体现实，所以哪个镜色不是镜体？既然如此，你就知道原来都是什么，原来都一切法中，就在大觉上来讲也是如此，一切法中都是什么，都是唯心而已。觉心中也是如镜子一般的，叫譬喻中啊，是一般的觉心所现实。你认为的所有一切感受，哪个不是大觉中所现？凡夫就是在种种一切感受的差别相中，不认都是大觉所现，所以在差别相中的业力，它就什么，就横生势力，它就会起了种种的势力。不管在眼前的种种念头的差别相中的势力再强悍，你但要知道原来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觉体所显，那所有的一切势力，你就会觉得好像在你心中啊，在你心目之前顿消一般，能够马上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势力这个幻觉马上就能够消减一半啊，能够消减一半。所以既然如此，所以你都会知道原来一切的念头现前处都是什么，都是唯心而已。讲此唯心呢，心又不能拿心来立，所以刚刚讲说既然讲心，心也不能有立一个心体，因为心啊它根本无体可立，因为无体故，所以随缘它才能够现种种心。心若是有体可立，那随缘它就不能现。所以古德讲，若是一切法中它都有体相可得，那一切法中就成断灭。所以一切法中本来都没有体相可得，所以一切法中它才能什么，它才能够互摄互现。从镜子镜体中它没有体相可得，所以随缘它就能够现出种种镜色的体相。镜色之中事实也没有体相可得，所以在镜色现前处就是什么，就是镜体的体相。所以一切法中没有体相故，它才能够什么，方入一切法中的体相。这是假如他自己能有体可立，他就不能够骗立，那就是法中就成断灭。所以要知道是唯心，既然是无体，所以连一都不能立一。这个不能一，一亦无一。无一这两个字啊，千万你不要只是想要说只是灭一，他的目的不让你，不单只是让你知道是亡一泯一而已，他要知道你什么，他要让你知道无一之中是让你知道全二，全就是成全一切二，它能够成就一切二。无一不单只是叫你去泯一，而是让你知道全二。当你知道能够全二之时，就是什么，就是泯一之处。当你真正知道能够全二之时，才当下才是什么，才是极一之体，才是极一之体。所以极一当下能够全二，所以它能够泯一，因为一不立一。所以全二之中当下就是一，所以它当下也就在二中，就当下就知道就是极一。所以这个一字它没有体相，虽然没有体相，就好像楞严经讲的，就好像虚空，虚空它也没有什么体相，但是众生在感觉到虚空的时候，似乎都还有一些名貌在心中，在众生心中。什么叫名貌？就是无体相，体相就是虚空体相。所以这个大觉心性中的一，它也是无体相的体相，所以让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之时，都感觉什么？恒住在心中的根本一心之中。因为他感觉到一心流露出时，种种千差万别，其实都是在一心之体。所以你感觉到他可以包容千差万别，当下这个人心中明明白白知那个一相是清清楚楚，那个纯一的清净是清清楚楚。他在纯一的清清楚楚当下，他能够明明白白随缘现一切二，这叫大觉，这是根本大觉。所以这个一啊，不是让你去泯而已，不是让你去亡，而是让你懂得是全二。那这个二也不是让你去追逐，也不是让你真正立实，而是让你知道什么，更能够确切知道它纯净之意啊，纯净之意。其实法中就是如此。你说师父讲到这样子啊，绕来绕去，似乎在一般的菩萨里面，可能在平常的思维里面，你想要思维啊，都好像思维不起来。不是你思维不起来，因为心不熟世故。所以古德讲最初修行，一切行者最初修行只有一个窍门而已，过去熟的地方你要开始转了，转为陌生，转身过去陌生的东西
你要渐渐熏习成熟。所以过去的念头之中都没有这种思维的模式，那是因为你过去都恒顺种种尘世间的种种念头中的方向。今天你要知道这一些方向都是什么，都是生死的冤底，所以你就更需要放下这些过去的这种种你所有的一切思维的体系，那些脉络叫一盘，叫全部都要推翻，就一脚踢开。这也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中讲的，要真正什么，要整体破掉他的心意识，整个心意识全部破光破掉，这才是真正的在你心中建立啊真正将来的正确方向。当你的方向确定时，你就会发现你将来思维就能够思维得上，你就能够用到这些思维。因为现在都是总是在每天的260里面，24个小时里面，几乎有23个小时你几乎都是在凡情的思维体上的，所以你不能熟悉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师父你讲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用不上，用不上你才要恐惧，用不上你才要心中起大惶恐。因为用不上的东西表示什么？表示就是将来啊你一定要到老阎那个地方去的啊，你是被老阎所控制的啊。用得到你就是什么？就是世门中人，用不到你就是阎门奴隶啊，就阎门的奴隶啊，在受他的支配的啊，阎罗王的支配的。所以要讲到这个唯心无体，一意无一。所以上次我讲到这个一意无一之中也可以讲什么，也可以讲到全一之心呢、啊、不可以以一令现，你不能拿一来令现，你不能立种种形象来令现爱，你可以去限量它。什么叫限量？你立了一个形体就是限量，心中若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个形象可以让你去攀缘，就是限量。当你放下这个限量形象时，那个一就是无限，可是你却刻意要在这边感觉上有一个感受应该是这个一时，那你这个一就是什么？就是有限，全程有限一、啊、就是众生的一起心动念里面，它就变化了所有的一切一切万法中在你心中的解释啊，所以叫做万法唯心啊，万法唯心。所以既然全一之心不可以以一来令现，所以无限之一呢，它也是一心无限。既然不能以一令现，那这个一是无限之一，无限之一，所以它能够现出心时，它就是无限。因为哪一个法不是由心所现？哪个法不是由心所现？因为法都由心所现故，心不能立体。法一切都是心现故，所以在法上也不能立心。所以法上不能立心，心不能立体，所以叫唯心无体，一意无一啊，一意无一。所以有的时候行者，尤其是出家的师父们啊，在这个上面一定要仔细去分别，仔细去思维。当你要是每一天都在这个上面不断去思维时，你能兼顾的第一个就是你那个思维的气氛，将来渐渐兼顾就是你那个思维体。当你的思维体若是非常明确时，你的决心的迹象就在其中就能够感受得到。像虚空它没有名相可以指成，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去见，但是就是虚空思维虚空这种豁达，思维虚空这些万物都能够包容的心中这种开阔，渐渐你也在你心中也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空的形象，是真正空的形象。所以大觉它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支撑，就是在这些法中你若是能够建立如实思维时，决心它也就在你内心呢，它也就能够不断的就能够真本来面目就能够现前啊，就全能现前。好，看讲义。由一无一，由二无二，啊，由一无一，由二无二。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刚刚已经在唯心无体啊，一意无意之中，既然已经明白，你就知道一意无一。为什么一意无一？一是一乃全二之一，所以你不能立一。一是全二之一，全二就是它能够成就一切二，全二之一。因为一切二故，所以你才能够知道它是什么，它一定是什么，一起起包容心。一定是从他这个体中起，所以你就知道他就是一，所以他一定能够现种种全二，你不能立一。二呢，他就是什么？二现前时就是即一之二。你觉得二时，什么是二？你觉得二时，你那个心，譬如说在镜子前面有黑有白同时现时，你说你心中是二吗？
假如你把黑白当成是同时现实，你把这一念当成是二，它还是一念。假如你说那我不是那一念中包容黑白，是再黑再白都清清楚楚，那你的念到底是黑是白？你要是白就不知道黑，你要是黑就不知道白。你会发现，虽然你可以看到你的看到都能够黑白，你都能知，但你又不是住在黑白上，因为你住黑就不知道白，住白就不知道黑，你看到其实都还是什么，都是一。那你说师父，我讲的不是这个一，我讲的是能知道的那个心，那个人心能包容也是一。既然你讲到那个心，那个心既然非黑非白，又非一起黑白，那个心又是什么？那也非二，那从来也非二。假如你讲到那个心中现的黑白，心已经现出黑白来了，你认为那个黑到底黑白你是哪一个，你会发现那都不可能是二，因为你当下不能具足二，因为再黑不知道白，再白不知道黑。你说我可以同时知道黑白啊，你要是把那一念当成是二，那也错了，那一念中就具足黑白。就好像镜子，你一个人来照叫做一个像，两个人照还叫做一个像。就好像照相机，两个人照还叫一张照片啊，它不是，它还是一念而已，它还是一。那要说不是啊，我不是讲这个，是讲那个能知的心。既然讲到能知的心，那就不是黑黑白，也非黑非白，也非黑白一起显。那那个呢？那个也就非二。所以他根本在二中，你会发现什么？二更根本就是无二。能知二的呢，根本也无二。能够现出二的那些心呢，它也不是二，也现出的时候都是一。所以我说，众生在迷失时，他在觉心上迷失时，虽然追逐尘缘呢，可在尘缘当下现前时也是什么？也是每一个念头叫起的。所以现前时都一定是什么？都一定是孤，孤魂的孤，都一定是孤。众生流转在业力里面，他都是什么？在每个念头之中，他就是在堕在每一个念头，在每一个念头中不断的起种种变化。但是每一个变化里面，你会发现他都起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念头而已。所以没有一个觉心，它现前的时候，它是一起觉起的，一起能够觉起，它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念头。它怎么样都是孤，但是就是这样子显孤之处就是什么？这种显孤之处就是大觉心性入众之时，就是入众之时，入众的时候，因为觉心就是在显孤中这样入众的，就像镜子，它现色，现黑来说现黑，白来说现白。黑白一起现的时候，它就现一个相，叫做黑白，就是具足一切黑白。它每现的时候，都会感觉到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意境，一个意象而已，一个镜像而已。但是就在这一个镜像里面，就是什么？就是镜子随缘现片现一切万色的根本，就是现众之时，就是入众的时候。所以众生在孤时找不到入众的智慧，全程孤魂。只要你知道这个入孤就是什么，就是显众的根本的清净的大明觉体，那就当下就什么转一切孤魂成什么？成根本入众的僧种，僧种就叫做众，僧种这个僧，出家人的僧，就叫做僧种，就能够入众。所以是上次也讲过，要度孤魂，也就是在这每一个当下每个念头中，众生就是堕在每一个执着的现前的每一个念头里面，执着真有如是念头，所以就堕在种种孤魂中的差别业力。但假如你知道这现孤当下就是什么，就是入众的智慧时，那一切差别业力就自然什么，就自然不起，因为它就是入众的智慧。就好像镜子，你知道现黑之时，就是现白的种种功德时，也是现一切色的种种智慧的时候，你就不会躲在黑白之中妄想之中，你自然就会处理种种黑白的种种气氛。所以入这个入孤之时，不，这个显孤之时就是入众啊之处啊，显孤之处就是入众之时。这个但觉心在现孤的时候，就现出这些种种念头的时候，就在黑在白。你认为它是二吗？它还是一。就是能够显出孤来的时候也是一，它都不是二。这目的就让你知道，能觉得大觉清净的那个，能现二的那个，根本它什么？它也非一非二。因为非一非二故，方便才说一，在体上中方便才说一。因为它能即一即二故，方便才跟大家说二。
所以在一在二都是什么？都是在这个大觉体上为大家说种种觉心上的体用二相而已，体跟用的二相而已。大觉体上见到种种感受现前时都是觉啊，谁在觉心现觉的时候说是一是二？觉心现觉就是觉，这里面连变化都没，连坐相都没有。觉心现觉就是觉在现觉，那还有坐相吗？谁在里面分这个是一是二？但因为觉心现觉的时候，毕竟一切法必定会觉故，所以他在里面能够感受，能够明白分辨什么在一，什么在二。你虽然知道觉心现觉他不能够说一说二，但你说那一切法现前是我不知道黑不知道白也不行。你知道镜子现出镜色来的时候就是镜体，镜子现出镜色现黑时那还是镜体，镜子现出白色时还是镜体，谁在中间说镜子有变？镜子现出色就是体嘛，谁在中间说有变？体也是脱色而显的，当下就是色显之处就是镜体显实，谁在说这个中间镜体还有变？假如说这个镜体还有变的话，它能变出种种色，那你不就在这样显实，你就觉得有二在那边吗？其实镜子显出镜色显处就是镜体，但是因为镜色显处就是镜体，镜体一定能现出种种色实，所以它一定还要能够什么？还要一定能够明白一切法中是黑是白。你虽然前面知道它没有变无作，它根本是一，但后面你不能说随缘现实，你却不知道是黑是白，那也不叫大觉。所以觉心之妙就妙在如是，不但觉心如此，镜性之妙，这镜子的镜性之妙也是妙在如斯啊，也是妙在如斯。镜子它非种种色，它能现种种色，它为什么能千变万化？因为它非种种色。假如你已经是色，就不能够再变。为什么能变？因为非色，而且变时什么根本都是一体。它为什么能变？以一体故能变，要是二故就不能变。在色是色，在镜是镜，那就不能变，不能成变。你不知道一切万法，就是常常拿镜子做比喻啊，事实上一切万法也就是如此。你说行者要是知道这些道理，对行者有什么帮助？他在任何的起行菩提心的种种起行上，在种种面对种种烦恼的这种业力上，就跟过去凡夫啊所有的思维用心用度就会不同。过去的凡夫在烦恼现前处认为是二故，总是在心中再找到一个根本不受烦恼流转的根本清明觉体，所以在二之处想要再找到一个一。所以真正佛门中的弟子就要担当现前的一切烦恼就是什么，就是根本他全一的真净体，真正的镜子的体，也叫做真正清净的体。你只能看，你只要看透原来烦恼即菩提，这个人叫做什么？明心见性。假如你还有烦恼，可以转烦恼成菩提，这个人就是什么？这个人就是世间所说的一切修行。因为烦恼你还不知道就是觉心故，完全就不知道是觉心故，所以他在任何的修行上面，他就在这个烦恼光在这一层上修行的功恨上面，就是在这个上面用什么？用本来无一物的心看什么？看他念念之间时时情夫式的动作。所以他可以用六祖大师的毕竟的道理做神秀大师在尘世间的一切思维，时时勤拂拭，就是每个念头起处他都知道是什么，原来本来无一物。这个本来无一物你不要认错了，就是有时候行者用错了，你先否定他是有，那你还是不认他是心，谁你认为他是无都错，你只要他知道他是心，谁在这个心中说有说无，你只要认它是觉，就好像镜子现色，你何必还要站在镜体上说这个色是有是无？因为刚刚你已经懂了嘛，镜体它非种种色，有的人就执着镜体非种种色，所以镜子随缘现黑的时候，他就站在镜体上说我根本不是黑，你何必说你不是黑？你不知道镜体就能够照黑吗？照黑的时候不就是镜吗？你为什么还要多一句你不是黑了？假如你多一句你不是黑，那将来你也不知道白了。既然不知道黑不知道白，那还叫镜子吗？觉心也是如此。所以真正懂得觉体的人，就好像懂得镜体的人，他不会站在镜体上面说他非黑非白，也不会站在镜体上面去妄认他即黑即白。觉心也是如此。
这一切烦恼现前处，他只要认他，就是大觉心体，只要当下担当，就是大觉心体。过去你都是在尘相中啊，去受种种流转的。现在你要在尘相现前处，你要直接找到它的什么根本的面目。其实刚刚就讲过，镜子跟尘，这跟色就是一，色显出来的时候，镜子就在这个上面。但是就在这一点上面，凡夫是看到镜色这一块，行者要在这一点上面要看到原来都是镜体这一块。将来开悟的时候呢，是圆满这一块，都是大觉心体，就是圆满这一块，镜体就能现色，那本来就是大觉心体。因为过去你执着在镜色中的感受，所以在修行中呢，是让你放下镜色中的感受，找到一个镜体中的清明，所以又跑到这一块。既然要在镜体中的清明，将来一定会现出镜色的感受，不能现出镜色的感受，又怎么叫它镜体的清明？所以最后是圆满这一块，所以到了华严经中啊，祖师判教就画一个圆，就是一个圆教啊，就是一个圆教。你在里面说一说二，你都要叫之圆说，全部都要叫之圆说，那才叫做华严啊，那才是真正懂得根本心中的开发相，根本心中的根本庄严性啊，根本庄严性。所以行者在修行上，他的用心跟他的。跟他的所有的一切断烦恼处，跟过去一般凡夫就是不同，完全不同，跟一般外道完全不同，跟你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一切世间上叫你们行善的那些方法是决然不同。只要你不认你的根本的本来面目，你再说世间的善行，就好像一个人已经堕在梦境之中，他常常受梦中的诱惑，你在梦中告诉他要离恶向善，他在梦中虽然离恶向善，毕竟什么，在他心思来讲，虽然入梦之时啊，心性还不失啊，这对他来讲是善根，但毕竟还是什么，毕竟还是现在还在做梦啊，再是善根也是做梦啊。你不知道做梦就是他最大的什么生死障碍，还在梦境中，你不认本体都是梦境，在梦境中说的善善恶恶，将来还受什么，还受善善恶恶的牵流。所以古德才会说不思善不思恶，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这个不思善不思恶，不是不知道善不知道恶，你要是真正认得这个大觉心体，是世界一切万法哪个不是如是觉心中出，就好像假如你真正知道那个净体时，世间上所有一切净色哪个不是就净体中显，净体中显现处，他怎么会不知道黑不知道白呢？可是你却不能够离开镜体，在这个黑上面再立一个黑知白知，镜子一定能够知黑知白，可是众生却在黑知白知上面说种种彼此之间的应该断应该修。那黑知白知已经是什么？黑知白知已经是不认镜体，你已经离开了镜体，纵然你在上面好似都有善行的种种，这就这尊相貌，可是隐藏在背后最大的障碍就是什么？最大就是你还在幻想梦浊之中啊，梦境之中，幻想中，你不知道处理。既然是属于梦境，属于幻想，将来还受梦中的势力流转，那是必然啊。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世间的一些修行是跟出家、跟佛门中所讲的修行是决然不同。那佛门中所讲的修行，要真正在什么，在自己的根本本来面目上面直下担当。在自己的面目下面直下担当，就要靠平常的思维之中，你要整整去改变你的思维的方向。那在平常的思维的当下，你就要接触眼睛见色，耳朵闻声，要为自己检择跟过去根本不同的色声而想，这才能够彻底帮你把心意识打破。我也知道普贤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讲说，整体把心意识打破，这个人叫真忏悔，叫真精进，但问题是怎么打破？我能够拿着现在的心意识打破现在的心意识吗？我能拿着现在的业障的意识打破现在的意识吗？对吧？我自己可以拿自己一个拿一个棒球棒对自己脑袋上用力一敲打破了吗？对吧？不可能破，不把自己打昏，好像那个念头就永远在起来，对吧？就算昏时，都还是过去的业力，所以你会发现绝体绝对破不了啊。但是。过去曾经讲过，众生做不了主是生死的
流转生死的最大的业障。但是众生心中他本来就不能做主，也是什么？也是他将来能够在种种生死业障中转还的最极方便处。因为他做不了主，因为他做不了主，所以你给他熏习什么他就是什么。这里面你就要建立什么？建立一个你懂得去熏习心性的心。你常常熏习他什么样的文字，常常熏习什么样的色相，他将来就能够转变。我所谓的众生，你千万不要把自己锁在众生上来。我所谓的众生，是你堕在众生相中的那个众生的业力业习，那个众生相是做不了主的。就好像镜子现出镜色时，其实我刚刚讲镜色就是镜体，可是我们就在镜色这一块上来讲，这镜色其实全然都是什么？全都是依他。你虽然都是一点啊，就在这一处上，可是在镜色都是依他，可是你在这一点上，你要是站在镜体的角度呢，那都是化他，都在一点了。你的思想上，你站的角度不同，那完全的作用都不一样。这一点看到诚实都是依他，就是他化；看到镜体时就是什么？就是化他。随缘是化现种种他，可是看到色时呢，就是依种种色来化，全部都变成色的感受。同样的一点，就分什么？分色界、欲界，就在这一点。就在这一点上分色界、一界和三界，其实都在一点上、一念上面，何况根本的十法界不都是这一心而已啊？都是这一心而已啊！这样讲好像有语病，三界都是，何况十法界？应该是十法界都是，何况三界啊？这有毛病。但是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你们去了解，从这个三界中都知道是在一点上。所以何况你去思维十法界时，你也要在这一点中去参啊，千万不要把我这个抓我这个语病哦，我讲的不是那种意思啊。所以有一无一，有二无二，是一乃全二之一，二乃即一之二，所以叫做一无一，二无二。但是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让你在一无一中你要知道它能全二，二无二中你要知道它全体是一，所以下面这句话你才能够体会的深刻，叫一二无碍，无碍，一二无碍。所以你年纪大了，舌头就比较硬一点啊。一二无碍，你才知道无碍。不然你要是说不是刚刚这样子，先跟你大家讲清楚以后，你说一无一，二无二，一二就无二了吗？无碍了吗？对吧？你这心中要是还没有担当，一是可以全二的一，没有这种担当。你没有知道这个二原来都是极一的一，这种七明的认知，那你再说无碍，那都是妄说啊。所以念念之间，你要在各种作用上面，你都要清清楚楚。这里面任何的作用，你都不能够自己在妄说，也不能在一句话一二无碍中就随便就让它混乱过去。心只要是在每一个文字当下，每一个文句当下，都让你自己的意识去混乱，叫做敷衍过去。经文之中你尚且如是敷衍，那在一切的起心动念里面你都是如是敷衍。你既然都是如是敷衍的人，就表示什么？当下先不说你开不开悟，直下就知道你根本都是随尘，对吧？那何况还要再讨论你开不开悟，就知道你是随尘。因为随尘故才会敷衍嘛。你站在净体上就是大明，你站在觉性上一定大明，会敷衍的一定叫随尘。随尘为什么？那叫无明，那就叫做敷衍。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都敷衍我啊，都是大无明啊。所以只要知道如是一二无碍时，现前方入不二。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前两个字现前。知道这样一二无二，现前就是什么？一切智光都要当照，一切法中的作用不失，现前一切智心的所有的一切信用，你不能够断灭。现前你不但不能够断灭，你还不能够忘人。你断灭之中不只是说他在一定成就相上面不能够断灭，而且你错认上面也不能断灭。你错认他，只要错认时也是决心灭除，你妄想他有作时，他也是决心灭除。所以这个不能断灭之中有两种方向，一个是错认，一个是妄为有为，妄作有为，妄作有为，
都叫做断灭。所以这个现前当下，要知道一个是智体的现前，一个是智用的现前。智用现前处就是什么？就是智体现前时。智体现前时，你不能失去智用现前处。所以在理在事在提在用，你都要明明白白，在所有的一切里面，在理不能缺事，在事不能缺理。我说才知道叫做现前，这样的现前，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方入不二啊，这才叫做方入不二。你要是真正在法中都能够如是思维啊，久而久之，决心的这种大决心性的这种，不要说感受，因为坐在感受上面，那还是什么？那还不是明心见性。但是行者在见次上面寻心时啊，他一定要有感受啊。所以在心性上来讲，虽然现在是坐在妄心时，但你要知道妄心还是什么？它还不离大觉体啊。就好像你坐在净色中的黑白的幻力上，黑白的幻力它还是不离什么？不离根本一个净性啊，不离根本的一净性啊。所以有的时候想要找到这个大觉，想要这个净体，你要舍掉现在，知道现在的念头是错，是生死的流转。所以有的人就要舍掉现在这个念头，想要找到觉体已经不可能，过去是错认而已，没叫你要舍掉这个念头啊。那既然过去错认，现在的行气习气都在妄想中，但是妄想还是觉体啊。只要你能够念念之间跟觉体相应时，你消一份往下红尘之中流转的业，你增一份将来证得觉体中的清净的这些善业善的因缘，那虽然现在还在妄想处，那都是什么？都是你将来回家的必经的过程。所以叫了石牛上面还有什么寻牛啊，寻牛的时候你已经开悟了吗？还有见机啊，见机的时候你已经明心见性了吗？都没有啊。见机寻牛都还是属于什么？都还是属于现前的众生的过去生死的业习的心意识上面的，还是那种妄想心意识上。但你说他妄吗？以妄破妄。你说他妄吗？他已经跟过去的妄已然不同，已经决然不同。过去的妄中是从妄去流转妄，在横造种种业力，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造了多少业，使那个心啊不断就在这个业力上面随这个习气不断的牵引不断的流转。现在同样都是什么？同样虽然是妄，但是他已经知道什么？他已经知道不使如是心，再受如是妄业流转。是见到妄上说妄，那虽然都还是妄心；借在妄上说断妄，那都还是妄心。但是这种断妄之心啊，已经跟什么？已经跟回家相应啊，要回家相应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譬喻啊，这已经在很多经上，在讲了很多经上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方入不二。这个时候你要是真正都能够这样去思维，大觉的那种觉体，你才慢慢慢慢行者，才有什么？才有见到迹象的感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大胆方便说感觉，因为你已经知道是妄，所以那个感觉也是会脱的，会随你的见次会剥离的。但这种感觉就是善根，在世间法中行者来讲还是善根。但你要不是这样的思维，你要再讲什么决心吗？你要不是这样的思维，决心上的东西啊，只要你妄认识啊，它就是马上就是二分的。这个二分呢，你根本不必让你去，根本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主。你只要不认觉体，就是在尘；你不认你的根本大觉性体，就是生死。所以这一生中，你只要不回头去认，那你就告诉自己，你就甘心生死。甘心生死，有的人就会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这样过也蛮好的。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体强啊，这个身体还很强壮啊，心气也很盛啊，心气也盛，心盛，所以你看那个意气啊非常高昂，对吧？那有一天躺在床上真的要走的时候，你再问他好不好，对吧？那时候可能啊，内心里面他才会啊，有的时候他才会真正肯于去啊，去面对自己，才正发现真的这一生中好像就是这样子啊，每天就跟梦一样这样过去啊，每天早上起来上班，晚上下班，对吧？就回家了，赚了钱，生活事业，你说师父这不要事业吗？那世间怎么办？眼睛看都是幻理，不是世间怎么办？有的人做梦啊，
一定在梦中受尽种种喜怒哀乐。一个聪明的人，老是在他的旁边，一直叫他就出梦，可他又不肯出梦。虽然有的时候还过魂来啊，可是还是用那种睡眼惺忪的那种意识啊，他问你，他问你，那我出梦对我什么好处，对吧？那这种人就跟他叫什么？你再睡吧，对吧？普利斯捆，对吧？那你再睡吧，不是有没有什么好处？在这个中间，毕竟是梦。梦中是你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你不过就在这上面不断流转，喜怒哀乐之中不断的轮回流转而已。而且正在流转时，你也做不了主，所以流转当下还有什么？还有可怕就是三途。将来不小心堕入三途时，那就是千劫万劫的事情。那你很受的那个苦痛啊，虽然都是梦境，既然讲说都是梦境，那何必还要再意受苦呢？知道是梦的才不要在意受苦，你根本活在梦境中的，那这梦境中的痛苦都是什么？都是在你身上，是真真实实的，非常明明白白的。所以何必在意？不是我在不在意，是谁受谁在意啊？那一定会在意的，那因为他就是受如是业力。所以那个时候你想要再去找寻找不到啊，再去找寻找不到，明明是你的本来面目，能够用的根本就是你的本来大觉的智慧，你却不用，你甘心入到梦中受这些虚妄的痛苦，所以叫可怜悯者啊。虽然就算你开悟时也知道众生都是堕在梦境，这个梦境之中必定没有如是事，没有真正如是事。所以有的时候阿罗汉看众生呢，不过堕在梦境受种种梦幻之苦，所以他发不起悲心，因为你受苦都是梦境而已。但是菩萨他就能够深入一切众生的现前的种种啊，这个念头中，他虽然是梦境中受的苦，他连这种梦境受的苦他都不忍众生受这个梦中的这些折磨，这叫做菩萨发心啊，叫菩萨发心。但是毕竟是要你出梦啊，毕竟要你出梦，所以你要不这样的思维啊，那只好就在人世间中啊，就处在大梦。除了大梦还有一个障碍，既然是梦中业力深厚的人，将来生生世世就算再生为人呢，因为梦中的业力它是随着业，它是流转性的，今生梦中啊，可能虽然都在梦中，可是它沉入在梦境呢是比较轻微一点，有的人沉入在梦中非常沉啊，非常沉，就叫憨沉，那这个业障就变成什么？他活在世间就是什么？就是傻子，就是痴，就是痴相。那你只要是堕在梦中的，你一定是什么？流转在痴中，一定流转在痴中。将来生生世世在六道中现身，都是什么？都是痴类，啊，都是痴类。你自己做不了主的，都叫痴类。痴类还有一种业力，就是它一定随什么？随贪、嗔流转，一定随贪嗔流转。所以不但是痴类，它还要随种贪嗔的业力流转。啊，讲了那么多，不知道你们会觉得恐怖吗？讲了那么多还觉得其实我都知道，担心吗？我要病了啊，那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当今云啊，看讲义，当今云，吾尔智慧中出人中狮子不着一二法，知无一二故啊。这是在经中说，当什么经？这个经叫做净义六十华严啊，六十华严里面出来的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所以这个当今是当此大经啊，当此大经。好，看到这一章辅助教材，所以要跟你们讲什么叫无二智慧中出人中狮子。就你真正能够照见这个无二智慧啊，先不要说人中狮子，当然我们讲人中狮子就是什么？就是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佛现前。但是要是在行者心中呢，在行者的智慧中呢，像你真正能够去参这个无二智慧，虽然你还没证得，但你内心里面已经种了一个什么人中狮子种，他也能够出人中狮子，他渐渐就在你心中所有的结的那些念种，他就跟过去的一切凡情就是不同，
它是金刚种子，金刚种子只要你能建立，它能摧破一切你心中自己所起的一切邪论，它能摧破一切你心中攀缘的种种向外中攀缘的种种外道的气氛。就是这个人中狮子种，它也叫做出人中狮子。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学佛明心见性难，学佛难，是因为你不知道熏习难，你不知道为自己建立道种难。你只要是真正能够懂得如何用种种方便拔地自己，在自己心中建立如是道种，在你心里面自然就能够出如是狮子的力量。狮子，这个讲到狮子是万兽之王，所以他要是起来的时候万兽皆服，也表示这一念中若是你种在行者的心中，这一念若是坚定时，所有的一切过去的业念之中的一切杂想，他就能够歇服，他就被这一生就能歇服。但是在中国字上，他还故意就是不带一个犬字旁，对吧？狮子不带个犬字，用这个老师的师，这个师也是什么？也是所有一切世人的所有的表率，这也是世间的所有一切万法的领化者、化导者，叫做师。称这个子表示什么？德位已高，已定，有那个位就在德上，就堪称为子。就像我们称为圣人，都是孔子、孟子。这一念为什么这样子解释？也是告诉你，所有的一切世间的杂想，世间的杂想在哪里？你不要想到世间杂想又是向外去感受。我讲的世间的杂想，就是每一个现在你们每个人念头之中每天浮动的这些心中的气氛，都叫杂想。但是你心中只要有这一念道种的气氛现前，这一切杂想都能够降服，因为所有的一切杂想都是什么？都是随着你心中的这个王种去变化的，就如有如。我在金经开卷里面讲的那个王种的念，王种就好像苻坚的王种，最初你有那个苻坚的王种，那一切所有的像吕光所有的一些作为，就是从这个王种之中，从你的王种的命而现前。他能够服万民，万民就是一切万念，他都能够服，而且能够顺从王化。什么叫顺从王化？就是他能够依王的志向而成就所有的一切作用。只要你的种子若是立，你会发现你过去的起心动念都还在造作，但是它却变成什么？变成缕光，它就变成什么？变成你的臣子，变成能够帮你成就的种种力量。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力量，行者如是总是要在外面要找到一个行为，找到一个力量，找到一个下手处，但你不知道建立如是种。你没有如是种，所说的下手处都是什么？都是觉得你好像不会落实的那种感觉啊，心里面老是觉得非常空洞。但你真的要是心里面建立如是王种时，它真的是人中狮子。人表示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世间法，一切万念称之为人，但是它是王，它是王种，它能够领导一切所有一切世间法。所以行者在凡情中的种种感受，过去是凡情，将来都是什么？转凡情都成将来的菩提道种，全找道种。什么叫转凡情为菩提道种？你总不能离开凡情说大觉吧？过去看到凡情的时候是流转的。什么叫流转？就刚刚讲的这一点上，你看到是后面这半段。将来看到凡情时，就在这一点上，你看到是什么？前面觉体这半段。之后再看到呢，凡情时就是什么？就是这一点上看到。能够回入娑婆道驾慈航的这整段啊，这一整段决心之中，他就能够回入娑婆，就好像镜子，他一定能够随尘随缘而现，就是回入娑婆。你感觉到镜子现前的时候，全部都是镜色的感受，那是众生的感受。因为镜子现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镜色的感受，镜体就隐没起来，全部都变成镜色的感受。所以到了这边叫做欲界，叫做他化，全部感觉到都是他依他。但事实上现他化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你化他的智慧啊，就在这一点上，他从来不二的。正化他处就是他化时，就是他化时。过去你看到他化他处就变成他化的时候，众生的习惯是在这边看的。将来你要是站在大觉体上，都可以看从都变成反过来这样子看了，叫做什么？这叫做道驾慈航。
所以叫做道家，跟你众生的用心不一样。道家，道家就是你本来在大觉心上来讲啊，大觉心体上，觉心在眼叫做见识，觉心隐，见性显，再见就变成色识，见色显的色相，色相显，见性就隐，它必须要这样子一隐一显，这个觉心才能够发挥到淋漓至尽。假如不一隐一显，那都处在那里，那处在那里就不能觉了，处在那里就变成两个觉了。在见的时候觉不隐，见不能显了；在见的时候觉不隐的话，有觉有见，那不就变成乱了吗？在色的时候见不隐，那不就乱了吗？在色前面还有个见，所以它一定是这样子一隐一显。镜子也是一样的，镜体本来非色，随缘现出镜色时，镜体隐，所以你感觉不是镜子了，全都是镜色，所以镜色显。这是觉心之中它必定的所有的一切的作用的流程，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显。所以众生就在这一隐一显一增一减之中，这会起无明，找不到觉体，而堕在下一段的成相的作用里面。因为它就是会这样子一隐一显，所以你就很容易就被成相的下一个作用中就受它流转。二圣人就是知道它流转以后，他又再去找一个不流转的体，但你不知道觉心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你根本不去流转，不去去寻找它时，你只要也不随它流转时，也不去寻找它时，当下那个色不就是觉体吗？就是你的根本的本来面目，这叫做大圣人，叫大圣，当下包容。就在隐显之中，就是什么？虽然方面讲说是觉体隐，感受显，但是感受显实就是显什么？显你的觉体呀，它不必再有一个相中说觉，所以叫做在相中说觉体隐。可是事实上它就是觉体啊，你何必离开色再说觉体？何必再离开感受说觉体？只是在相中你会感觉到，在作用的过程，在这个相中明貌上面来看，似乎有这样的种种作用。所以这是觉心中的流程。但是菩萨因为他已经证得如是觉，如是大觉的心体。什么叫正德？常住此心就是正德，常住真心就是正德。所以他就是常住住在根本觉心中看一切法中的变化，所以这叫道家，叫道家慈航，慈航叫做无言大慈，所以道家慈航，他跟你过去的这样子不一样的啊，他都叫道家慈航。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什么叫做思维无二智慧中出人中狮子啊，出人中狮子。所以你要是真正懂得这句话时，你才愿意再往下听。不然的话，你想说，我当然知道无二智慧中出人中狮子啊，人中狮子在哪里？涅槃了，对吧？关我何事？释迦牟尼佛涅槃了，对吧？你又不是，对吧？那这样的听经就没有意思了，对吧？出人中狮子，谁说他涅槃了？你要是这样子不在自心上认的话，真的圣人都被你涅槃，他被你那个涅就是用提手旁的涅，就不是三点水的，对，被你涅槃了，涅槃了，啊，都被你捏完了啊，所以根本是佛性不会涅槃啊，不会涅槃，但是毕竟他正在显出种种作用时，就刚刚讲的一隐一显，所以他根本就是大寂静，刚才中间没动，方便说种种涅槃相啊。这根本就在众生的心中的善种中也有什么，也有世尊相，也有世尊相。所以古德要是说真正懂得如是智慧时，他的念念都是什么？释迦出世，念念都是释迦出世，步步都叫弥勒下生。所以哪个不是善种？你要是懂得这一念时，在你心中那个种子，那才是真释迦真弥勒，那个才叫什么？那个才叫做供养十方诸佛，那个才叫做真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依着善人的法，而不懂得如何真正将来也证得善人的种种的智慧，能成就种种善人的这个功德，那也还叫做辜负善人。圣人也是如此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是，你要知道，就是在你心中看。既然在你心中看，所以就看这一章啊，这一章叫什么？一切
一切诸世间及诸众生心，非一亦非二，菩萨悉了之。这叫怎么看呢？就是让你在这边去参，在一切世间，什么是一切世间？行者切莫不要还在什么，还在攀缘外在的种种感受，说种种世间。我先不要让你去在外面去参参风参水参种种世间，然后参这个桌椅板凳是怎么样的因缘和合，你参了半天对你也是没什么意思。所以有很多人在最初参时，他会在外面参，你看世间的一些万象、桌椅板凳，甚至于把地球都可以把它分解了，对吧？分解完了以后呢，我还在，对吧？什么都可以灭，就是我不灭，对吧？就我不灭，那一切法又由之而生啊，一切业障又由之而起。所以何必要再让你去看世间？但看即心。所以什么是世间？心中所有的一切念头交替时，就是世间相。凡情的念头交替处，就是世间相。所以这个世是交替相，世是交替相，啊，是啊。为什么叫交替？世代世代世代中啊，就有交替相，啊，这个一世二世啊。都叫做它的交替相，所以念头之间的所有一切交替叫做事。然后每一个念头它一定有什么？有出入二相，你要知道它在哪里出。如是念头是在起至于何处，将来落在何处，就在因缘本末你都要清清楚楚，那叫做门，那叫做门。出入明明白白就叫做门。门有什么意思？就是出入相，就是出入相。你在每个念头的出入相，刚刚讲说一切念头的交替时候，你都要知道是觉。现在在每个念头的出入因缘本末上，你要明明白白。这个明明白白就如同什么？如同你的智慧在其间，那个智慧就叫做日。日在门中，所以叫做间。先写个门，再写个日，赶快写，不然变了。就叫做间啊，日在门中，这是我解释的啊。所以讲到世间，所以行者要在看一切念头的起处，每一个念头的交替处，每念头的所有一些出入相，都清清楚楚时，还有集诸众生心，就在这些念头的所有交替中，跟这些出入相所衍生的所有的一切的感受形象，就叫众生心。叫心心术法，种种的众生心，每一个相中清清楚楚，非一亦非二，他根本你会体会到，他根本全体都是什么？都是大觉，都是觉体。刚刚已经在一上来就跟大家一直讲这个一由一无一由二无二的道理，所以这边呢，在一非一亦非二中啊，可能你就会比较更容易去懂，为什么非一了？因为一不可以守。非一是一不可以守，你守不住了，守一啊就成诸二，守一就成种种二，听得懂吗？为什么守一是二？当我觉得我是一时，你给自己一个立一个像，我是一时，你就会发现什么法法，你就成二，就成对待了。一要是能守，那就全成二。你知道二是怎么来的？就是守一来的，对吧？所以我是禅宗，你就不是啊，就是种种二了。我是净土，你就是染了，对吧？净土是念念之间念那句佛号，对吧？你不要老是执着我是净土，谁要你执着我是净土啊？你是那一把净土，对吧？你讲这句话就觉得你很土，对吧？对吧？净土，对吧？自己还觉得自己净土，那就是染污的土，那就是触土。那就是触土，所以他要是执着，那就会成着法，些法中就成种种对待。所以你觉得一是不能守的，要讲到一，他为什么不能守？因为他一是要能够全二的一，他能够成就一切二的一，所以一不能守，守一都成二。所以就你会发现，你心中就一都不能守，守一你就成种种对待，那一切都成了种种过去的种种妄想对待。二不可以执。二没有办法执，为什么不能执？执二啊，正在你执二时，触目全一，眼睛触目之处全然是一。二哪里有执？
就像刚刚讲的，你觉得是二是二吗？你看到都是一，触目都是一，你觉得哪个是二？你觉得黑白相间的人说我都知道，同时知道，所以是二，同时知道还是一？你说个别知道是二，个别知道你是在哪个个别知道？你是站在黑上说个别知道，还是站在白上说个别知道？站在黑上就不能治白，站在白上就不能治黑。但是说我不是站在黑上，也不站在白上，你站在哪里上？你说我的决心不是黑不是白，所以我能够个别知黑知白，那你的决心就不是黑白，那也不是一，那也不是二，那都不是二，啊，那也都是都，所以你怎么讲二，它也二也不能成立；你怎么讲一，一也不能够知。所以它根本不非一非二，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参如是大觉行者，你就必须要什么？念念明了，念念如是参习，念念如是去什么？也去思维，叫菩萨悉了之。菩萨者叫做大觉有情，也叫大觉行者。大觉有情，在这一切起心动念之中，都要如是去思维。这四句话，你若是真正明白了，那你才知道要如何开始入到种种无二法中，建立人中狮子种啊，建立人中狮子种。所以这句话你要是明白了，下面呢这些句子，你可能才能够慢慢才能够体会。所以叫做众生世界劫，在众生是世间主，世界是空间，劫是时间，在世间主、空间、时间中，在世间相中就有这些三相。在大觉性中呢，在觉跟觉法，就诸佛及佛法，在大觉跟觉的种种作用，在佛就讲到体，在佛法就讲到用，在觉体跟觉用上面，你会发现什么？它都根本不可得，因为你已经知道根本不是，根本知道非一非二了，所以哪有众生世界劫？镜子现出种种色时，现黑现白，里面有什么？有世间主的相，有空间的相，有实量的相，因为黑有它的因缘，多少多少因缘现，可是现出如是种种相时，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净性的，根本都是净体呀，就是净体啊。净体之中，它有的时候现空间的相，现时间的相，其实都是净体所现，全都是净体所现，这里面从来没有真正差别，就是全部都是净。你也不能在这上面去妄立真正有如是众生世间劫，因为它根本都是净体现的，觉心也是一样，随缘故现出种种世间的相，就六道众生的世间主相，再现出空间的相、实量的寿命量的种种相，实量的时间那个量、实量的相，可你发现它就是觉心现的，一体都是觉心，现象虽然不同。相中虽然好像如是种种三种差别，更但是这种三种差别全然都是一个觉心所现。你要是真正能够如是见识，你不会住在差别相中，你会担当根本就是一个觉体。你要是真正能担当这个觉体，所以你就知道缘起之时这三相一定历然明明白白。但是在历然之处，你不会说它真有如是事，因为知道都是觉体随缘现。就好像镜子随缘现黑现白，你要真正知道是镜的时候，再黑再白你起大担当，随他去现，千变万化你会随他去现，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你眼前真有如是黑，眼前真有如是白，因为你看到的是净色，因为心众生的智慧就是如此。所以讲到众生世间劫是在这个相中说的，作用的相中说的，不单是在作用上面它不可得，都是大觉不可得，没有跟你讲说它不存在，它只跟你讲说不可得，连佛跟佛法在觉体上跟觉法中都不可得。觉镜子在现色，刚刚讲到众生世界劫是现色，现在不要讲这三个名字，就讲到镜子现色。其实镜子现色就是镜体嘛，就是镜体啊。镜子不现色时你找不到镜体啊，镜子现色时就是镜体啊，镜子现色时就是镜体，所以我就可以说镜子现镜啊。镜子现镜的时候，你说这里面真的有作用吗？还在分什么体用吗？在体在用都不可得，根本镜子现镜，镜子都不可得，何况还有镜体现镜子现体现用可得？镜体都非相，镜子在现镜，这里面连做都没有。镜子因为会现镜时，才会有什么？才会有体跟用。
你根本就知道它根本都是不可得，觉心在现，觉就是一个觉。只是方便用众生世间中的语言来讲，好像觉可以现种种觉，但你总要仔细思维，现种种觉就是觉，觉在现觉，觉在现觉时啊，他没有说从一个觉中变出第二个觉，觉在现觉时就在这个觉上现一切觉，还是他现，不是从觉中变出种种觉，他没有分开这个觉体过，这个觉现一切觉，就好像你看到镜子也是啊，镜子现一切色，都在这个境体上，他不会越出这个境体，没办法越离。那觉体在现觉就是觉而已、啊、这里面还有觉跟觉体跟觉用嘛，所以在佛跟佛法上你都知道什么如幻化，什么幻化，因为随缘的时候有众生世界结识，你就会感觉到什么有觉体跟觉的作用。镜子在随缘现黑现白时，你就似乎就觉得好像是什么有镜体跟镜用的作用，它都是随缘，幻化就叫做变化，随种种缘中的变化，缘中的变化之中似乎就有众生世间结的种种事件形象，也就会有什么有种种镜体跟镜觉体跟觉用的种种的理中的种种作用。这有点类似就像我常常讲的，你要在镜子前面看到你面对的镜子，看到镜子现出你的色相的时候，你看到镜子里面的那个你，你就依稀又会感觉到在那个你的这个形象后面有一个不是这个像的镜体，因为你知道你在照镜子，所以你在看到镜色时你就感觉到后面有个镜体的存在。镜体根本无形无色，如何用你今天看到镜色的时候又由镜色去分别镜体？假如你是镜体是用你用镜色去分别镜体，那这个镜体是什么？依镜色而现的，镜体是因镜色现的，那个这个镜体事实上就是依他起的，依他起的就不是镜体。可是相中就感觉什么，它就能够现出这种镜体来，但事实上它就不是如实镜体，它不是真镜体，它不是真镜体，所以这个叫做如什么？如第二月，它不是真镜体。所以在佛跟佛法也是一样，正在种种缘起现前时，你就似乎有感觉什么，就有种种佛跟佛法的作用，但事实上你会发现根本都是什么，根本都是随缘一起而现的。法界无有二啊，讲到这个法界无有二，你要真正知道这些都是如幻化，你就知道法界无有二。法界无有二是什么？因为法界无有二是因为法界它是什么，它是入一切二的智慧叫法界。入一切二，它法界有二吗？入一切二，法界若是立二，它就不能入二了。法界之所以无二，它是因为它是入一切二的才叫法界。但是正在入一切二时，你都要知道什么？都要知道它当下就一定不离那个无二嘛。假如入一切二时离了无二，那一切二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叛离了，就开始种种分别就叛离了。假如叛离了，就成什么？就成断灭了。为什么你能够知黑知白知种种对待，知大知小，这都是二？为什么知？因为在种种大小黑白当下，你根本就是什么，你根本都没有离开那个觉体。觉体是什么？它能够应量应现一切二的根本，这个根本不失，你才能够显一切二。假如觉体现大的时候已经变成大了，那再大你就不知道小了，你根本就不能够知小了，所以那就叫断灭了。所以它根本在觉体上面来讲根本不会随它变的，所以你在任何一切二时都要知道什么？觉体现前的这叫法界，它的现一切法。但为什么要立一个界呢？就是你在任何现一切二时候，你都不能离开这个无二，因为不能离开这个无二的关系啊，方便在这个无二上说不能离开这个无二界。仿佛感觉到这无二就有一个范围了，但这个范围啊，不是跟众生的思想那个范围是一样的。众生的思想是真正执着，所以那个范围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限量。行者说戒，大觉体上说戒，那个戒是什么？那个戒只是不使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众生的妄念他越狱，越狱不要写错了啊，越狱你就逃离监狱啊，越狱就是超出这个范围，你永远不能够妄想在你的念头之中超出了觉体的范围，就超出了你在思维觉体的范围，你只要妄想超出了这个范围，你就躲在妄念中，
事实上你的妄想都没离开觉体，所以没有一法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但是为了行者在思维时，你要告诉他，这些所有一切能现一切二时，一定都不能离开无二体。就在这个无二体上，似乎你就感到有个戒可成，就方便说为戒，方便说为戒。是知无二戒，是知这个无二戒才是什么，才是真法界。啊，这个讲句话，我讲的这两个好像太多余了，对吧？所以这个无二戒才是真法界，才让你入无二的，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叫法界了吧？它是一切法的源头处。但是你在这个一切法的源头处，你不能什么？你不能超越这个。你一超越就变成什么？你一超越以后，就好像镜子现大事。你一超越了镜体，超越它能现一切法的智慧，你一样离开了以后，你就堕在大中。你要是真正堕在大中，你就再也不知道小，你根本不知道小，从此以后什么都不知，那叫断灭。大是不知道小的，小不知道大，黑不知道白，白不知道黑的。谁在中间说大说小说黑说说黑说白，你知道吗？说黑说白说大说小的，一定不是黑白，不是大小。所以这叫做汉传佛教里面不共一般外道，不共一般小圣里面不可思议的法门，这个理论啊。当然你不能只说是汉传佛教，这些都是西天来的啊，只不过现在留在汉传佛教。但是现在的汉传佛教变差不多要快变成蒙古的那个可汗了，对吧？可汗，因为快要没有了，所以可以流汗了，对吧？对大家对吧非常汗颜啊，对吧？可汗了，汉传佛教，所以它才是真法界，它是真正的法界。这个法界，你就要永远就要知道它是幻化，幻化之中它一定能够随便变，所以叫幻化。过去你在幻化的体会上来讲，幻化都是众生的业力流转处。将来行者要在幻化之中，就是什么？就是他智慧大明的担当处。过去的变化是众生的什么？众生的业力之中不能做主处。将来变化两个字就是什么？就是一切行者能够道驾慈航回入娑婆的种种起心跟担当处。为什么变化变成担当处？你说师父，这个东西有来源吗？有，《圆觉经》中讲的三摩钵底，它能够起出种种变化。在觉心中啊，菩萨有时候舍摩他啊，舍摩他那有修三摩钵底，因为他在觉心中能够认种种变化，因为觉心中他一定能够随缘现一切。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切菩萨起行时大悲心现前处，因为他从觉心中能够担当一切的因缘变化，所以是大悲心现前处啊。所以这就是他的担当。所以这个幻化就是能够起担当中所说的幻化，因为你真正能够如实担当时，那你才知道是法界无有二。真正懂得法界无有二时，它不是离开一切法中说法界，能现一切法的叫法界。那为什么还立界？因为不能超越如是它的离体故，不能越开越狱它的所有的本来面目故。所以在这个上面，无界为众生，无界之中为呵护众生一切善根故，说种种戒。好，休息10分钟。